名门天后不是豪门千金。大家好，我是天后。相信大家也经常听到别人说药田需要多开，有能力就开得越多越好。那这也侧面说明了药田的重要性啊。那药田是拿来干嘛的？是拿来种地的呀。所以种地很重要，农民很光荣。让我们一起来玩种地逍遥吧。天后，你废话也太多了吧。可以，那谈正经的。那我们都知道，种什么蔬菜它都需要分这一个季节进行。那游戏也一样嘛，阶段不同，它所需要种的东西也不同。那不同的时期种不同的东西，这个主要是和你的境界有关。但是单单只是用境界来说明你这个阶段应该种什么，就又有些太片面了。大体的方向是没有错的，但是每个人的情况还是有些不同。所以我们要根据刻度以及各个系统的进程来具体决定你这个阶段到底应该种什么。那你化神前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多大必要去种的，而且大家化神前开的田也比较少。那你种点灵动丹啊、分形丹的材料以及这些炼气藤，那都是可以的。化神前的这个药田吧，只能说你种不种啊，其实它都区别不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在人界的时候说没必要开药田啊，导致这一个误导的这个局面就出现了。啊，那确实前期是没什么可以种的，包括到化神期种天干木，你可能也觉得没多大意义。但是到后期的话，那就啊有目共睹了，对吧？它肯定是有用的。那你到了化神期呢，你的本命系统也已经开放了。那一般来讲，如果你是平民或者说是微氪玩家的话，那是建议你都种这个天干木的。那一般情况来讲的话，平民以及微氪玩家他们这个七星石都是不缺的。那如果说你是微氪，但他还是会缺这个七星石，但他明显缺的不是很大，那你还是接着种天干木啊？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上灵阶的时候呢，它是需要大量种这个道法果的，那分给天干木种的地方就会很少，或者说是没有。所以平民以及微氪玩家，你就人界的时候多种点天干木，然后到灵阶的话就只能放下它了，去种这个道法果。那你要是说天干木溢出太多了，或者说种子完全就不够种，那你也可以再去种一些分形丹啊、灵动丹的这些材料，以及炼气藤，这些都可以种嘛。那到了灵界之后呢，很多平民玩家他还是会被这一个法则系统而感到困扰。那主要就是他每天120小时的这个闭关时间他吃不满。那法则时间不能吃满的话，主要就还是那几个原因啊。要不就是你田开的不够多，要不就是你灌溉的比较少，还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你没有壶。那你要是说天后，我也想把这个法则吃满呢、啊，但这实在是无能为力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只能说凉拌。所以才说我们平民玩家没有这个余力的话，那就只能是专心去种这个道法果了。种子多的话，我们完全可以蓝收这个道法果，如果种子少的话，那我们就还是老老实实的精收吧。那你氪佬要是把这个道法果、天干木以及灵动丹这些都吃满了，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药田对你的意义就下降很多了呀，那么你就只能是都种藤咯。好，那我们本期视频就到此结束咯，我们下期再见，拜拜。